这极富感染力的舞蹈是布朗族祖辈流传下来的风筒鼓舞。完整的风筒鼓舞包括热烈奔放的风筒鼓舞、欢快轻柔的甩踏舞、优美矫健的象脚鼓舞。大家跟着现场乐队的节奏协调一致，隆隆锣鼓声响彻云霄。2008年，布朗族风筒鼓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